君城是看到东西的。嗯，由细由嗱，我爹哋同我讲我由细睇好嘢嘅，咁通常大人讲翻啊，系啦，咁就我懂事之后发觉，先会发觉，咦，我睇啲原来真系唔正常噶。咁不如讲下爹哋点样见到你细个时候话翻俾你知嗰啲嘢系点样嘅咧？唔系，佢就话我哋睇到嘢啊，我屋企个个都睇到嘅，系啊。咁犀利系咁又好轻描淡写，我屋企佢话咁你见到冇所谓啦，你个个都唔惊嘅。哦，咁因为个个都见过，所以就完全系冇咩咁特别啦。系我哋会成日觉得一样嘢就系，当我哋好睇到嘅时候咧，你唔知嗰样嘢系真定假，即系唔系真定假，系人定鬼咯。系啊，即系可以。我曾经有故事啦，阵讲啦，就系我见到一个朋友企喺我面前。后尾即系我同佢倾咗几句偈，先发觉呢个人唔系人嚟噶。吓，系啊，你净同只鬼倾偈啊？佢冇同我倾偈，我先知道原来佢唔系。哦，直接问我故事啦，入我故事啦，好嚟嚟。系啦，好。咁就系我试过啦。咁我有一日翻工啊，咁我翻工好早啊嘛，翻 TVB 嗰阵时五点钟上去开车。OK。咁行到架车度啊，望到条楼梯，咦？一个其实亲戚啦，企咗喺度。咁正常嚟讲咁早，梗系打下招呼。哎，咁早嘅去饮茶咁样。咁佢就冇出声，企咗喺度。系。咁跟住，你冇嘢啊嘛？冇出声企喺度，完全冇反应嘅，一句说话都冇同我讲，冇眼神交流，但系望住我嘅。嗯，系啦，咁咁算唔算？冇啊，即系冇反应啦，系啦，但系就系望住我方向，一定见到我噶啦。OK， 咁跟住，如果冇事就好啦，因为我已经 feel 到唔对路嗰件事啦，系啦，咁我翻工先噶啦，你都小心啲啦，咁我就去揸车走啦，咁就。本身就谂住呢件事完结咗嘅，但系其实嗰位亲人啦，我谂过咗三个月到就唔喺度啦。有冇关系先？你觉得？定系佢本身可能系有啲病啊咁样嘅咧？应该都唔会嘅，冇可能屋企人会俾佢五点钟行出去企喺条楼梯侧边，哦，企喺度咯。系啊，哦，即系呢个动作已经冇可能发生了。系呢个动作已经冇可能发生噶啦，所以我先会关心佢，尤其是我问完佢系咪饮茶，如果答我系啊饮茶，我会咁早嘅，我不如兜埋落去啦咁样。咁但系如果我问你冇反应，我第二样嘢梗系问你有冇事噶啦，系啊，系咪有啲咩问题噶啦？咁你都冇反应，跟住啊，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嘢，嗰个场景咧，佢嘅人的个颜色咧系黑白嘅。哦。系啦，系最奇怪嘅一样嘢就系佢成个颜色是黑白嘅，即系亦都唔系三黑白啦咁解。系成个人嘅样啊，即系好似睇个黑白电视望住个人啦，但系侧边啲景系彩色嘅。咁佢系 3D 定系咩 ？3D 都系 3D 嘅，系啊。会唔会你系觉得佢可能即系有啲差唔多个所谓嗰头近，然后灵魂出咗窍嗰啲咁样去解释咧？开头点解我会唔会好留意呢件事咧？因为我听屋企人讲啊，佢都有学啲佢师傅嘢啊咁样嘅。咁我开头谂就系，哇，会唔会系自己出咗嚟咧？咁咪企咗喺度，可能但系又见我唔到嘅。但系其实只不过系个空间之间一个交错，即系佢练嘢可能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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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啦。咁之后题外话就系三个月就佢就唔喺度咯。咁就系出咗嚟啊？定系真系准备要走啦？但系佢唔喺度，突然间系意外啊？定系病嘅？都系病嘅，即系自然去世嘅，应该系系啦。咁可能你会推断一个人差唔多走嘅时候，佢有特别嘅异象啦，系咪嗰啲咁嘅意思啊？变成个色彩就得翻黑白啦，咁样系嘛？系咯，其实所以。我亦都冇同任何人讲过呢件事啦，系啊，因为尤其是系亲人啊嘛，系啊，哦 ，OK， 呢个系第一次咁样接触到一单咁样嘅，呢个都算唔系好第一次嘅，呢个应该系大概十年前到啦，十年前，系啊，咁冇第一次噶啦，因为都唔知几时系第一次，系啊，你都唔知几时系第一次，哦，亦都试过啦，咁我之前同佢提过啦，系，我屋企嗰边其实系属于。偏阴的地方嚟噶嘛？可以开边一区嘅？近边度？荃湾区嚟嘅。荃湾区，即系我嗰阵时讲，诶，讲唔讲得太详细嘅咧？嗱，可以俾大家估到就得噶啦。
考下你先。嗯，那个地方我曾经我同事阿子宇系住过嘅。啊，那个地方是一阵间俾香港最高的山。O、okay? K， 啊，咁就呼之欲出啦。咁但系边个点就唔好太，但个山太大、啊，嗰个山太多地方都系大家话系好，系咯，好满噶。嗱，唔紧要，大帽山可以讲嘅，系吓，大帽山冇问题嘅。系啊，大帽山嘅近荃湾方向啦、啊，几多条村系嘛？几多条村啦、啊？几条村、啊？但系其实近荃湾方向嘅几条村都系出名。O K， 系啊，即系啊，可以开一个唔系我讲嗰个啦。啲、人讲曹公潭啦，曹公潭都猛啊。系啊，曹公潭就好近我嗰度啊。哦，嗱咁得啦，系啦、啊。其实曹公潭嗰一带都系劲噶，基本上。系啊，嗰度啊，即系真系成条路数落去啊，曹公潭啦、啊，曹公潭再前少少有个地方。以前叫石屎基啊，依家應該冇咗嘅呢個名字。係、哦、啊，跟住落到山腳就芙蓉山啦。係係啊，咁我哋又成日都講啦，有廟嘅地方就有噶啦，就有噶啦。喂，咁你曹公潭當時有冇上去玩水啊？嗰啲 有都真係有嘅。係有冇真係話年年浸死咁樣？我哋聽好多傳說，傳說就係、是、就我屋企人嘅講啊。咁、而我哋係禁足嘅。哦，禁足是夜晚一定不可以去的。嗯，系啦。咁而听我阿姨啊嗰啲佢讲，啊夜晚佢个好多人都喺度见过嘢噶。有冇话见到小朋友？哦，佢哋见嗰啲又唔系话人喎、哦。哦，佢哋见嘅系一啲古灵精怪嘢，即系我试过佢哋讲就见到一嚿发光嘅石啦。嗯。咁但系嗰个范围其实我哋就喺一条河度玩，嗰、条河咧都属于我哋屋企嘅。即系唔系话个地主喺我屋企啦，即系我哋嗰个范围系啦，嗰、那个田嗰度又喺个附近，咁、正常系唔会有人行到落去嘅，系、只有我哋自己过田咁样先会去嘅一个地方，咁、所以你行山都唔会经过嗰条路嘅，咁、所以唔会有好多其他嘢会走到落去嘅，系啊，咁但系我日日即系譬如暑假日日都喺度玩噶嘛，日日都落游水噶嘛，咁、就系佢话就系见到一嚿发光嘅石啊。有冇人夠胆行埋睇啊？唔够，我唔知啊，因为嗰阵时我太细啦，佢哋讲俾我听，所以我哋由细到大都唔会夜晚走去嗰条河咯。嗯，系啊，咁除咗条河，咁我头先讲过啦，我屋企嗰度都系噶嘛。嗯，咁继续开好，嚟，继续好，系啦。我自己试过啦，唔好讲其他人先啦。我试过一次好惊嘅，我自己因为见到头先都讲，因为见到咧，我唔知嗰样真定假嘅。咁、要见到加埋个感觉。嗯、如果你系一个善良嘅，你坐我侧边，我唔知道你系人定鬼噶、嗯。但如果你喺我侧边，你系有个恶意咧，吓你啊嗰啲咩啊？唔系，唔使吓，唔使吓噶啦，唔使吓我嘅。哦佢有個惡意得㗎，即係佢嗰個 feel， 我突然之間，哇咁大壓迫感嘅，咁、我知道依個唔係人咯。OK， 係啦，咁我就試過一次喺屋企睇緊電視，正望咧就一部電視啦，係，佢就企喺我部電視側邊，即係反映到睇到，唔係直情係真實眼望住就係嗰個嘢企喺度 ，OK， 一個黑色嘅影，哦，咁你自己屋企你知道點解會有個黑色影或者點會有個黑色影喺度噶嘛？係、開曬燈噶嘛？嗰陣時係咁嗰次咧就係、是、真係驚啊！真係完全係我喺度睇緊電視，睄下佢仲企喺度。哦，咁你其實你唔使睄噶，你眼角你一定見到企喺度噶嘛？跟住嗰次就係我大概睇咗十分鐘電視到啦。咁佢喺曬度，一路企喺度。哇！係啦，跟住我就同佢講。你走唔走啫？嗯，如果你唔走，我瞓咯。嗯，咁我就唔熄灯，就大屁冚个头之后瞓觉咯。系，咁第二朝起身就冇咗啦。系啊，咁嗰个你估系识唔识嘅咧？屋企人周边嘅？哦，嗰、那个就真系完全唔知啦。唔知啦。系啊，嗰、那个真系完全唔知啦。系啊，咁、完全系陌生嘅。嗯，真系一个黑影，我完全唔知佢系咩。好高嘅。
我谂同我差唔多高，六尺高。六尺高，嗱咁灰梧嘅感觉。咁如果六尺高，咁即系可能有叫灵体，一般都有机会咁样啦。但系有啲高到你想象唔到嗰啲，就可能又话咩死神啊嗰啲咁样，或者唔系呢啲啦。其实我冇见过啲好高噶、我见亲咧，其实都系人形噶，即系正常人形噶。哦，系啊，咁但系我听讲啦，即系我爹哋又有讲过，其实唔一定系正常人形嘅，可能有啲好细粒嘅。系啊，系啊，系、啊，可能有好大粒嘅。系啊，系啦、啊。咁但系我见嘅多数都系正常人形，所以我分唔到系人定鬼咯。嗯，咁呢啲事当然即系大个咗就已经好似即系冇乜特别感觉啦，系咪？都唔系噶。系啊，有边件事系最触动到嘅情绪好崩溃，或者有冇一件事？有一次拍戏啦、哦，有一次唔喺香港拍戏啦，系就分咗一个酒店房。咁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自己一个啦，咁、嗯、我哋开工可以揀自己一个房嘅，如果去外境，哦、但要俾钱啦，系，咁咁嗰次就真系俾咗钱，攞唔到最优质嘅服务啦，哦，入到间房之后，唉，点解系咁噶？点解咧？即系入到间房你已经 feel 到濑嘢啦，本身系可以好啲嘅，唔系间房嘅设备唔差嘅，哦。但是一入到间房你已经觉得好不舒服。咁、嗯、之后我就已经话换房啦。我话其实冇房换啦，已经爆晒。我哋剧组啲房咁样。咁就焗住瞓咗一晚啦。咁咁都冇嘢啦，都焗瞓噶啦。咁你咪又系大屁感个头就瞓咯。跟住第二朝我惯咗起身就冲凉噶嘛。冲凉，冲完凉。跟住其實沖緊涼啦，之後望住咁嗰啲玻璃啊，啲、門咪依度有依個隔住塊玻璃，依邊就門咁樣嘅，就係、是、一個水蒸氣嘅人哦，哇！即係個人形係冇水蒸氣嘅，明即係用水蒸氣跨住咗個人，明。跟住好彩即日走，我哋就轉景轉去另一個地方，係啊，跟住咧翻轉頭。话照俾翻嗰间房我，即系我翻转头拍完晒，翻去之后第日就飞啦。系，我死都唔住噶。系，跟住我就走人哋间房度瞓啦。喂，有冇可能玩嘢噶？有啲所谓啲镜啊啲咁样咧，有人会写啲字上去咧，其实玩嘢噶。唔系，咁可我嗱可你可以咁样讲嘅，但系个重点问题系我本身已经 feel 到间房唔舒服。咁啊系，系啊，我 feel 到间房唔舒服，咁再加埋咁有人形喺度，咁啊。咁我就会觉得系咯。嗰度系边度？越南，即系啲穷乡僻壤间酒店。唔系，我嗰次飞去胡志明。哦，咁都唔系啊，一落地附近噶咋，系啊，啲唔算好差嘅酒店嚟噶。嗯、即系又唔系好靓嘅酒店啦。系啊。O K， 咁但系你有冇即系会同你沟通嘅咧？即系嗱，你既然可以睇到啦，嗯，咁你。会唔会同佢沟通？我、你啊，你唔好搞我，或者我唔好啦，我唔接触噶啦，我费事同你沟通，费事交感啦，我点都自己走噶啦，咁样咧，有冇呢啲咁嘅嘢？咪头先两次咯，其实喺我自己个感觉啊，我每一次同佢倾咧，佢哋都唔同我讲嘢。嗯，即系头先讲啦，系啊，人嗰个啦，跟住黑影喺电视隔篱嗰个啦，系啊，都系我点讲嘅，佢哋都唔睬我嘅。即系可能你会接收唔到佢哋嘅声音，或者即系可能佢讲咗好多嘢同我讲，但系我就听唔到，听唔到。即系你只系有能力见到佢哋存在，感受到。所以嗱，我先同你讲，我呢个系我第一个参与嘅灵异节目啦。系啊，嗱呢、這个吓，系啊，真系啊，呢度系我第一个参与。因为阿君成话佢唔讲呢啲嘢，系点解咧？因为我太见到了、嗯、我太见到是尤其是 我是如果我跟你讲这件事、嗯、是发生的是即是可能哇你昨天见到我那我就即刻说这件事不讲了、因为这件事发生的、你未解决 是我就是试过一次 在酒吧喝酒探个 friend 因为个 friend 在做的咁飲下飲下，另外個客就喺度傾偈講開，咁又識得我個 friend 啦，咁佢哋又講開，講下講下，我就 feel 到啦，喺我側邊啦，我就問，我真係開心，我唔識佢噶，依件事發生緊嘅，跟住話嚇，好似係未完噶，跟住佢打俾嗰個 friend， 嗰個即係事主冇聽電話，咁佢話其實個事主係一個月前入過醫院嘅，係啊，即係又係嗰啲
半年是出入醫院查嚟查去都查不到是咩事嘅。嗯哼，係又去過。佢嗰次係去咗，誒、哎，我講啦，依家依件事好耐嘅啦，咁、已經佢去咗沙田嗰、那個係咪叫妙法寺啊？好似係沙田誒，係啊係啊，妙法寺 Ikea 上嗰邊，係啦。佢話佢試過一次帶佢上去，跟住咧佢哋話行到一半路咧，佢就唔行啦，唔肯去，跟住咧係變咗一把唔係佢嘅聲。之後咧就點樣拉都拉唔走，點樣拉拉唔走，拉唔到佢上去，跟住咧就冇計啦，咁腳焗住走啦。走了之後呢，他們去那邊求了一個那些叫主持、就拿了袈裟、但是件袈裟呢是拿了回家之後自焚了。蛤，喂，第一未必給到一件袈裟他的，又真的是，但是他肯給、他肯給說，其實因為他說的時候說的就是那個師傅都覺得這件事很嚴重，所以他肯除件袈裟給他。是啦，哇，咁而件袈裟系烧咗，系自焚了。自焚系啊，唔系人烧咗佢，系自焚咗，系睇住佢碰。诶、欸，冇噶啦，睇完噶啦，最精彩的部分咁就停咗噶啦。系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呢个只系每晚恐怖在线嘅精华片段嚟嘅啫。如果你都想睇晒嘅说话，就非常之咁简单，可以参与我哋啦。月费计划啦，可以上翻系 admanpoint.com。bigbigair.com 咁里边咧参与呢个月费计划，声音咧就系$30，视像嘅$40，如果加埋用 app 咧就系$50。好啦，至于话我唔想参加月费，想俾 cons 睇边集就买边集都系可以嘅。咁啊 download 我哋 bigbigair 嘅手机 app 嘅说话咧，咁你可以识除转变，中意边集咧就买 cons 睇啦。所以希望咧你快啲成为我嘅付费会员，你会睇得最多最恐怖嘅个案嘅。